暖暖的港式罗宋汤真的太好喝了，前两天看美食节目新学来的，食材要切大块更耐煮，先放洋葱和蒜泥爆出香味儿，最好把番茄炒到软烂，先加入耐煮的食材，牛肉炖50分钟之后再加入蔬菜，加柠檬汁真的太好喝了，喜欢吃辣的可以再加一些辣椒仔，放一晚上味道更浓郁。你们一定要拌米饭试一试，真的太香了。记得好好吃饭，拜拜。